框外边的出手得分，向后翻的一个跳投出手是苏奕静得分。这个位置没有人，这个球传得漂亮，掉到心脏地带，这个球又打进了，还有犯规出手。哎呦，李宗霖投进了一个buzzer beater。哦，一个哈爆，宇成安看起来很生气啊，中间的 Garcia 这个 shot， 抓